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A， 欢迎来到我们这熟悉的地图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又要来玩恐怖地图。那这张地图是我们台湾人做的地图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在蹲蹲的，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呗。喂，老师哎，刚才说话不要喂你而已，你就在喂来呀，介绍一下你自己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哲耶。哦，你麦克风近一点啊，太小声了，请你 reset 一次。那首先这边有一些大佬们，你有看到这有两个空格？哦，那我把头这样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。哎，这是我们的。我希望作者还活着。这个之后就是放我们了，我们自己放去吧，知道吗？高度不够，要那个后置手动调一下高度，有点困难。我没办法把我自己的头拔下来装上去，这样有点可怕。对啊，你就一个框框框住，然后下面去背之后把它往上移就好了。好可怕，你不要这么猎奇了。抱歉啊各位，我暂停一下。最近有个新政策叫做乐推积分，影片下方点个赞，然后点下乐推，我的影片就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哦，麻烦一下的啦。好黑哦，萨利亚。哦，龙卷龙 get 龙头耶！宝可梦是不是？宝可梦。我们打完中间人都震一下，我们去了啦。咋办啊？我要慢慢走。好恶心！这么黑，你可以不要没事。哎，到底为什么要半夜找我来学校？你才找我来啊！哈喽，我半夜还要陪你逛这个，还要回家了，学校。选。我很傻眼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好可怕，怎么那么黑？你跟我说你在学校忘记东西的齁。我说你是你。你后面啊？你看后面。Oh my god！ 哦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叫。叫！Oh my god！ 是因为每次想要在半夜凌晨三点逛学校。我不知道啊，反正他消失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我们也走不出去，我们好像也只能往前走。大小，那是什么设定？好像是死路，回头寻找看看吧。我要回去，还要回头哦。看看那个人要不要去哪里？好烦哦！谁说学校半夜这么多叫声的啦？喂，哇！先走好不好？啊，不能你先吗？来看我吗？走啊走啊走啊！等一下，快点呐！啊！放我出去！哦，里面好可怕！快来啦！我自己都怕要死，叫屁！好，我先走，先走。看到你 ，Hello， 妹，欢迎加油，进来啦，你超帅，加油，好烦哦，你来看啊，什么东西啦？你朋友头在冒烟啊？我朋友他怎么长这样子？怎么办啊？干，不要闹了，好烦哦。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的人头可以从沾血的字条？哦天啊！上面写什么鬼？我在这里徘徊了许久，未曾发现过出口。另一间教室墙上似乎有东西，但是门是锁上的。血，我们要去别地方看看。哎、欸，有东西耶！我拿到一个残旧的钥匙。好，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手上这个、啊。随便捡到钥匙，这钥匙有什么？它很残旧。那你干嘛？我不知道、啊。很少滋润。哦，我没有武器了。他叫钥匙，你到底拿钥匙拿来捅谁？跟我讲。而且很少滋润武啊。那我又不会痛。哎、欸，隔壁有东西在叫啦。我们赶快走。叫叫啊！这个。
出来出来出来开了，是这个东西吗？峭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不知名的符纸啊！我去，这是什么中国的那种什么符咒吗？黄，它怎么不是黄色的？金钱看齐，枪长齐弱，金项链的三十二岁的整个蛋巢。哎、欸，那这钥匙能用在哪里啊？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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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给我给我！哎、欸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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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你转身一下。哦。什么意思啊？ Wait a minute, what the hell? 白痴哦！兄弟，转身有急事。哈哈哈哈哈！冲三小，开启你后庭的钥匙。你去拿那符纸，我这边要拿。啊，看起来很可怕、欸。我操！我操！什么鬼啊？为什么到处都是头啊？我要出去了，这叫是怪怪的，好恶心。你的后庭是唯一的希望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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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吗？我被关在这里、哦。被关起来了。你去啊！我救你出来了。你去前面了，我不要去了。是那个东西干去，真奇怪。不然你拿往那边走吧，你拿后庭，你拿后庭之钥去捅他。你不觉得越往这边走比较安全吗？就是你不是有很少之刃舞吗？后庭之钥在这里啊！快，拿去捅他。好，我来。后庭之刃，后庭之刃是什么？你可以大声一点吗？我听不到你在讲什么。啊，残旧钥匙。那个，快点啦！朋友，你的手上那个什么斧头是什么意思？朋友，等一下！哇，等一下！快，等一下！哇靠！你把他打爆了！你把他打爆了！我操！好痛！别这样啊！哎、欸，还我后庭之刃！还我后庭之刃！哎，这里可以进来、欸，这边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你看这，下啦，那里没有人啦、啊，那是谁、啊？等一下来这里看看，冒险一下。啊、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东西。那所以这个钥匙到底能用在哪里啊？有啊，你的后门。有啊，你的后门。为什么这书柜可以点开？等下，书柜上面有东西是透明的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点看，你那边点到吗？点到吗？储物箱？为什么？怎么会有这种漆啊？你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发光的硬币给你。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、啊？我不要这东西。绿色的玻璃，走开呀！送给你绿色。不要，把那个东西给我，我要看一下那是什么。发光的硬币，幸运是硬币发出微弱光芒，是不是给了我一些勇气？这种东西谁会知道啊？我没有乱点，不会知道这里有东西、欸。谁会没事在这种地方藏这个啊？所以这个发光硬币又可以用在哪里？我知道，就是戴在身上让我们开心的那种。还有就有护符，洗啊洗啊洗嘞洗嘞洗嘞！小女孩哦，还是小男孩啊？这男孩女的？小男娘。但你等一下陪他赢，我觉得他一定会讲话。你等一下陪他赢。这边感觉越来越糟了，对吧？那是因为你身上带着被诅咒的符咒，旁边有火焰，赶快收掉啊！我才不要嘞！不要给他！这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他知道我手上有东西？烧玻璃啊，烧玻璃！哎、欸，我就不要了，你往前站一点好不好？你在干嘛？我想要烧龙啊！洗嘞！烧玻璃，烧玻璃！哎、欸，他要讲话哎、欸，你要配音。快，快走吧！你好像惹他生气了，我不理你了，再见。哎、欸、哎！有人在跑，收起来了！我操！哎，救命！救命！这有啊！这里面收起来！啊！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快点！出去！啊！有门了！有门了！快跑！快点！快走！快走！等一下，走哪里？走哪里？哇、哦，好烫哦！喂！哎，这门也开了、欸，他没有跟上来吧？他没跟上来吧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你真的留下来吧？哎、欸，这人是不是在这里沉睡许久？我不知道。他沉睡很久了，那发光硬币给这个吗？十八十啊！哦，给他好啊！哦，最后的希望哈！
即使在绝望之际，仍然不放弃希望的存在。等一下，那个机存先走。快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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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好，我们拿到那个了。现在跑掉了，看他刚超烧的，他现在要怎样？我，出口就在前面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哇！我变那个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他其实蛮慢的。怎么办？还是可怕，等一下，小女孩。啊！你以为你逃得了啊？走，哇，没办法离开这，死吧！我这个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我最后我的希望。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他说最后的希望我这丢出来了。怎么会有两颗啊？啊？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东西？啊？哇哇哇哇哇哇！他喷出了一堆白白的东西。元神启动！快走去哪里？本地图的勋章。我要离开这里，带我出去。哇！火箭！这我想你应该有拿到它吧，把它放在我身后的展示框上，来一放。呜呼！呜！哇！我们还活着，好绿 ！Oh my god！ 绿光中。出口在前面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后面！哇！快跑 ！Oh my god！ 我走的有点慢。Oh my god！ 我走比较慢，慢多了。他好弱、哦，我其实可以慢慢走哎。等一下，干完了。哎、欸，等，可以躲吗？啊，没有，那边过不去啊！靠，这不是，What the fuck？ 正常结局。嗨，小女孩，嗨，怎么感觉越来越糟了，对吧？对，有你怎么会糟呢？有你在，什么都不糟了。不要再侮辱别人了，快丢！我们可以发生一点，快点！等一下又错过剧情，我找你问题。飞起来了，好像也没有比较好。叫你的我们好像也这样子的。怎么还是叫？怎么烧起来了？怎么好像是一样的意思啊？我们那个这个叫什么？哦 shit！ 哦我操！哦 oh my god！ 哎，门没开。什么鬼啊？干，这比刚刚那个更烂。放了哦，开了，走哪里？我们要走哪里？我们这时候再回头有用吗？出口就在前面，那是出哈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有碰到什么吗？坏结局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这个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说话。God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么如果他是泽月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